鹿港庆端阳系列活动“百年传艺鹿港新视野”开幕活动，是日在鹿港艺文馆热闹登场。立法院长王金平、彰化县长卓伯源、鹿港镇长王惠美等人与会。活动结合城市交流、互助互融的寓意，再现一府二鹿三艋甲风华。讲一户二鹿三艋甲，户呢就是阮台南的户城，所以今日咱安平吼，咱的这个主任秘书啊，带队来吼、哦。那么热闹第三个艋甲，艋甲即摆是变作讲台湾头啊啦吼，咱的周吼周科长。啊，特别带这么多弟弟、伯弟弟、姆妈来吼，这拢作着我的好朋友，那么大家做来这参加这联名，啊，甲以及着吼参与这个交流的活动。咱端午节这么精彩的活动，啊，帮我们鸣枪划龙舟，啊，今日呢，啊，过来参加咱的开幕典礼。不但是安尼，咱彰化县各项的永代建设进步发展的方案，王院长是我们最大的贵人啊，在立法院最大的靠山。而且呢，咱伫每年元宵节啊，要伫咱鹿港举办呢台湾灯会啊，嘛是王院长甲咱到帮忙。咱是不是甲咱王院长上一个拍声，甲王院长表示十二万分的感谢？谢谢院长，谢谢。卓县长表示。民国一百年鹿港庆端阳的开幕活动已成为台湾十二大节庆活动之一，除了端午龙舟竞赛外，还配合端午民俗活动与鹿港在地特色民俗节庆规划应景的民俗节庆之旅，包括鲁班公宴、鹿港传统工艺联展等活动，邀请全国民众一同体验快乐游鹿港，欢喜庆端阳。公益频道张华允鹿港采访报道。